大家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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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吃个早饭，这是我昨天买的脏脏包，特别大一个，开心，馋死我了。然后你可以一个喝的，这是上次前几天买的酸奶，酸奶盖是酸奶的灵魂，它居然只有这么一点儿。小时候对有钱的定义不是喝酸奶不喝酸奶盖，而是喝酸奶只喝酸奶盖。下面是普通的酸奶，上面是巧克力豆。来吃脏脏包吧。我高中的时候，这个脏脏包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才9块钱，那个时候就买完拿回教室里当晚饭吃，但是后来它就下架了，前几天我又去看它就涨到了12块钱。给大家看一下里面的巧克力，但是大家最好还是不要当着男生的面，尤其是喜欢人的面先吃脏脏包，会吃得满嘴黑，自己还全然不知。难道高中没有人追我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他们面前吃了脏脏包？吃个巧克力就是很让人幸福。忍不住再给你们看一眼，上面还有俩我的门牙印儿。恭喜您获得脏脏包色号，开心的跟脏脏包一起摇摆，快干净，一点都不能浪费，好好喝呀，有点少，恋恋不舍的舔舔勺。来尝一下这个奶，荔枝蜜桃味儿，它荔枝味儿特别特别浓。买的一个饼干，我先吃了两个的，挺好吃的，就是香蕉味儿，香蕉巧克力味儿，小熊猫。熊熊这么可爱，怎么可以吃熊熊？我一直没有擦嘴，是我想吃完了一起擦。还有一个这个饼干，终于打开它了，还挺多的，闻到特别浓的抹茶味儿，有点化了。好吃，有点化了。好好吃哦这个。现在是早上8:04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点了一份炸鸡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套餐，肥牛拌饭，然后我又买了一些泡芙，还有拿破仑蛋挞糕点。本来是想明天早上吃的，但是我现在有点馋，就少吃一点。它这个酱还是分开装的，这个也是套餐里的一个可乐，还是凉的。啊，哇塞！我给它拌了吧，先吃个炸鸡年糕。还好还没有凉。我要的是蜂蜜芥末的。近一点，就是试过拌饭里面多加了几个肥牛。我真的好久好久没吃炸鸡了，太香了。还是五谷炸鸡吃起来比较爽。这一块年糕他们都孤立它是吗？一个酱都没有。没有味道，哇，啊，这太大块了。
之前我不就说一直想尝蜂蜜芥末味的炸鸡，然后我又在他家发现了好多好多种口味。就是各个口味都想尝一尝，但是又怕买到的不好吃，我就在想能不能出一个5拼6拼的那种炸鸡，一个口味的一块，然后都尝一下。嗯，我不想戴手套，戴手套手太热了。反正我也洗过手了，我就拿手吧。之前我去医院嘛，然后昨天才出结果，那个医生告诉我让我多吃蛋白质，说我肉吃少了。然后你看，又有肉，又有蛋，肉蛋白质全了，还有肥牛，还有蔬菜，吃的真健康。嗯，我这嘴真是漏啊。应该拿个碗接着。拌饭中的煎蛋煎成那种微微流心的，拌在饭里面，绝了。这个也有一点。酱稍稍有一点辣，这个泡芙，嗯，我都不敢咬它，它裂开了。拿筷子吧。凳子有点矮。好热呀。没有酱了。我来这路是觉得这个窗帘有点显白，是不是有点？
是谁找我。我手机每天一般都是静音，但是今天因为一会儿有快递，所以我就给它打开了。尝一下他们家蛋挞，这蹭了点奶油，我还是第一次吃他家蛋挞。它凉了，而且热乎的蛋挞是最好吃的。我们这边那种老式糕点店卖蛋挞都是一块钱一个，特别便宜。我以为蜂蜜芥末酱会是辣的呢，我一想是那种芥末，但是我这回吃也不辣呀，就也是酸甜的。我又买了拿破仑，但是这一次这家我没有吃过他家拿破仑，哇哇，特别软。有点普通，我感觉。我感觉不是很好吃，还是泡芙比较好吃。好大一块，太幸福了，太幸福了。开心。我们今天就吃到这里吧。我太饱了，好久没有这么放纵的吃过了。拜拜了。